你是不是要下车？我怎么都没想到会是你。为什么呀？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呀？我问你话呢，为什么呀？你别跟司机聊天啊！你闭嘴！ 哪个才是真的你啊？你不是这样的人啊！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？你被人胁迫了吗？是那个女人逼你这么做的，对不对？你到底为什么要跟她一起作恶？我就是想知道。王新德，他是谁？他在跟你说什么？ 你都做了什么？王新德，你回答我！为什么？叔叔，我那么信任你，我甚至还想救你，但是你现在想拉我们全车人去死，到底为什么呀？你说话。你是谁？ 请刷卡，车门处的乘客请注意安全。 师傅，能换零钱吗？ 师傅，换零钱，谢谢啊。